尊敬的 Mazena 系统代表，值此米扎尼采系统成立65周年之际 ，Vihalas 对陪同我们的代表们表示感谢。东方之光时期 ，Vihalas 是 Making It Realistic 的代表人物，希望他们能为代表带来一些光明。谢谢 Mazena 系统生产部门。我们恭敬地向您致意，尊敬的代表们，在上一集第24集 ，Lin Xian、Lu Lanshang、Jin Bei 等3名代表抵达十月泉，3名代表都找到了圣火杯和红琉璃化石 ，TNT Antique 系统的标志之一。随后 ，Lin Xian 与 Li Hollis 讨论，准备前往栾山雪旗。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再次见面，要在线观看该集。请访问网站 www.mazenas.com/65-years。现在，我们邀请您观看节目《新年伊始》第25期。日是鹿安山是东亚的一个地区，是亚洲的一个地区，日也是日本的地区之一。卵子风鸣盼至，万物奔向天，开天乐，这也是东方方向的光之巅峰。现在就跟随我来探索鸾山的班塔吧。尊敬的年度起源代表们，如您所知 ，Mazenas 系统65周年纪念活动页面将新增一个部分，这就是东方日记。只要打开东方日记，代表们将回顾 Mazenas 集团65年的千古历史。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www.mazenas.com/65-years。此活动页面只能存在到2022年9月1日0点之前。现在，请来到下一个场景。
这是栾山绝对的班塔，那是等待第五块玻璃化石的地方。这块化石是 Tian Kimchiantic 系统的象征，现在他们必须等待这块化石。这是土星化石，来自栾山。栾山也给天地带来了气息。猎狼山怎么了？这就是第五块玻璃化石，地球玻璃化石。过去的今天，天定携带着五种五元素玻璃，水星五元素带来光明，并开始新的一年，给代表带来很大的启示。栾山时代桌上有玻璃化石，可以翻译一切。从那时起，新年开始将光明引导到东方。现在，猎狼山和金贝将携带这块土化石，等到下次，我就和另外两位代表告别了。谢谢猎狼山。尊敬的年度起源代表们，你肯定已经在开年的由来看过下一集的剧本了，那是第26集《清明雪旗》，预计2022年7月10日播出。如您所知，宁富全天集团有开年缘起的播出时间表，开年的起源节目将在节目开始前随时播出，并在三个频道播出：天 Kimchi Antique 电视台、 Miscellaneous 电视台。除上述两个频道外，该节目还在季节频道播出。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www.mazanus.com/65-years。开年的起源节目由启讯信友和东方公司制作。一日后，同方天地回归，我们告别，并在东方再次见到您。